接下来就是一个作恶多端的节目，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道歉来。我们不是一个人家原木的节目吗？什么时候是？不管是教英文还是台语还是改变造型，都是充满意义的。我们跟你罪孽深重的节目，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吗？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来宾郑重的道歉一次，那为他们在我们节目受到的伤害。来洗清我们的罪孽。OK，我必须要承认，你在我们节目中真的伤害了很多人。我，接下来你常常道歉都是因为你。你常常会自诩为读书人，然后讲话很恶毒，我都看不下去。好，不管是我造成伤害，或者是 S 造成伤害呢？可是以往我们康熙道歉大会都被来宾认为我们的道歉不够诚恳，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道歉欧巴桑，他要替我们来做这个最郑重的道歉。欧巴桑，你那么累，你回家算了嘛，你坐在那儿，没看我们俩都站着。我老公想讲阴阳蒙遮啊。 你还不赶快跟主持人道歉？你那么老，你擦那么红的口红干嘛？我老公，你那杯子拿开。好感人哦！他再也不破气了。这个道歉，我干嘛这样装可怜？你干嘛？这个都是我是坏人是不是？都是我是坏人是不是？你就睡了。什么S？什么S？S姐，你就睡了。 这个道歉，欧巴桑应该会打动我们的来宾吧？我觉得有，因为多少让我有点欺不下，欺负不下去的感觉。对呀、啊，我觉得如果来宾对我们两个道歉不满意，希望欧巴桑能够感动他们。欧巴桑，你要准备好，尽量苦肉计 ，OK？ 好，你如果逼到让我得出马道歉的话，你明天就不用来了。谢谢。我们呢要欢迎你，你还好吗，欧巴桑？我也在休息一下。 可以先坐一下，你们累回家好了，你们累回家，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我要回来了。慢慢慢慢，我怎么吃可以坐？慢慢慢慢，你当你要不要跟来宾道歉？你这个我完全跟道歉在讲。为什么我要上拿酒杯啊？我不懂哎。我要上准备一点精力，因为等下要道歉了。好，我们要欢迎我们要道歉的对象进场。第一位请进场。欢迎花花。哇。 好漂亮哦，气质美女。哎，你好久没露大腿，你大腿那次都没有那个松垮，好紧。等一下，你真是。等一下，我的大腿都一直这么紧实，而且我全身都很紧。我就是这样讲哦。我说你大腿那次都没有松垮，我哪里讲错了？你竟然要生气啊？你们不要聊天好吗？不要聊天，你们今天遭道歉的吗？那现在怎么样啊？怎么样？不是因为我想跟你好好聊天，你这边那么脾气啊？我没有闹脾气。不是，花花认为我们虽然没有当面指控他。 可是每次都暗示他之前有不堪的过去，对啊，所以他造成了很大。人都是有过去的、啊，就像你，他明明大腿很紧，可是你就暗示说他以前是松的，对，这个就很过分啊。好，所以你是要来澄清说你以前没有当过酒店妹，是不是？对，你这句话，怎么样？跟子听起来就不是道歉，可是我老公好像听说，等一下，你叫你，我跟你讲，你老公我不是不认识，你叫好，我先打开，你先打开，你先打开他，你刚卖一个出来啊，你叫我直接跟他说，好吧，不然我跟他妈讲，好不好？ 你认识我婆婆？哦，不认识，不认识。哦，没有没有，为什么会认识到我婆婆？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了。花花在我们节目受到一些污蔑，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要找机会跟他们道歉，因为作为名模来讲呢，如果被认为就是曾经有过一个别的行业的过去的话，可能会在代言啦，在走秀上都会受到。会影响到我的形象，知道吗？所以你是说真的有上完我们节目，然后代言变少哦？没有，可是因为你以前我也从来没看你代言过什么东西啊。 就是因为这样跟代言不了啊，不是你本来就怎么样？你们怎么知道道歉吗？你们在数落我的意思？没有，因为我们今天会道歉，是因为比如说你之前代言量很多，然后因为我们节目，然后就导致流失。可是因为你本来之前就没有代言，你知道我说一下，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岁月过去，难道越来越老会代言越来越多吗？不会，就是你本来就接不到代言，你干嘛怪到我？不是，因为人家都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冰清玉洁女孩，但是在你们节目上，当你们说我捧成会很多，对我好大的误会。
香。我跟阿香，我跟大家都这么说。而且我走在路上，路人说：“天好花，你看起来真的好漂亮，脸好小，一点都不大。”脸大不是脸大不是我们讲的，是脸大是大家说的。谁？大家谁？你的小名叫大家，对不对？脸大不能怪到我们头上。我们从来没在节目上攻击过你。我没有觉得你脸大。我们只有说你气质差。拍谁了？拍谁了？还是看我阳光微了。好，我巴塞，我麻烦你，欢迎来宾进去。好，来，请道歉。卖胸皮了，卖胸，卖胸皮了。拍谁了？就是我以前嘛做过酒店。我没有做过酒店，我是你是啊。我巴塞以前做过酒店的，我没有，好辛苦。好，欢迎花花，请坐。我们要迎接下一位我们要道歉的对象了，请他进场。真是对不起你，真是委屈你了。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中不都相谈甚欢吗？你要气什么？每次上完你们节目，我都要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啊。怎么了？你是说哪一段？很多啊，譬如说跳舞的时候，你说我什么你忘记了？每天早餐吃稀饭都要配什么肉松？做了点肉松，有这么松吗？这个我们不服气，因为真的是肉松。好，不然你现在你自己这样很放松的摇头说我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啊！你笑的话就会绷住了，所以你要笑着摇。小聪，你是不是有打肉毒杆菌？我没有，我那个贴的。你是不是你弄了什么？玻尿酸不是那个叫做电波拉皮。电波拉皮，电波拉皮。因为他脸颊两侧还有那个药水的那种。等等，电波拉皮是不用真的拉皮是不是？电波拉皮是他给你深层的拉皮，那听说非常痛。小钟，你很有种你弄了电波拉皮，然后你在这边要我们道歉肉松的事情，你这样不是栽赃我们吗？你自己处理过，然后怪我们了。而且肉，可见你会去做电波拉皮，代表你也觉得自己肉松啊。没，就是真的，因为你那肉松这句话让我真的心里真的受到很大的创伤。所以你本来你不会也把没有代言怪到我们头上，本来就没有代言啊，所以我才去打电波拉皮的。就是你那句话，你是说在上我们节目之前，你完全没有看到自己脸这样子啊？我从来没有发觉到。那你在外面风大的时候不会这样子？风那要台风的时候啊，风大哪会？起码好几集，还有那个。你们常常说我那个衣服的品味很差。你今天这套是跟那个大熊借的吗？我今天这套还不错 ，H&M 的。大熊跟你就是委屈啦。他跟我跟一个肉没有，其实我在他心目中就是个肉松的中年男子啊，只是一个演艺圈的踏板，我只是他的踏板。他其实他最终目的是要进入这个圈子。所以今天应该是大熊跟你道歉，不是我们跟你道歉吧？也对啊，他应该要跟我道歉，真的。不过我希望他也能够走红啦，我说真的啦，真的。他现在通告量好像比你大，是不是？比我多一点啦。好，对啊，我最近都常休假，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就这件事情跟小钟道歉，因为我们真的有点把他的光彩让给大熊。对啊，好吧。我巴桑，你的脸肉有松吗？小松哥，对不起。拍谁啊？拍谁了？毛病毛病，我整个力量就会了。好，毛病毛病。你是肉松嘛，就 end 到哎。end 到哈。一起去打电波拉皮了哈！欢迎小钟，请坐。接下来这个我不服气，接下来这有什么好道歉的？我这我也不道歉呐、这事实摆在眼前，要道什么歉？对，而且就是这两位，我们真的有害人家，就是失去一些工作机会。可是这位他本来人生有怎样吗？好，我欢迎他进场。当然要跟我道歉。谁要跟你道歉？真被误会，我妈妈也被人家讲，然后我男朋友都被人家讲说为什么要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你喉结去掉了，我今天把它藏起来。今天假发好真实，这是真的。你喉结去掉，可是脖子皱纹变很多了。因为我一直把它压下去，有没有？然后今天就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应该要跟我道歉。为什么我每次攻击女明星是像男生，妈妈都会那个很？因为妈妈都没有看过他们本人啊。哪有？妈妈把我生下来的时候明明就是个女的，就生完就变男的。猫换太子，这件事有真的给你造成什么影响吗？有啊，其实一开始还蛮感人，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你们就说我是人妖，然后就在路上。真的吗？真的。我第一次来，而且那一次的主题是原来我是辣妹，结果今天整个盛装，所以我们俩真的是明眼人嘞。真的不是，你不管怎么听不到道歉吗？不是，就是故事的主轴，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装扮，就是我们俩一眼就看穿你是人妖。我是女生，因为那天的。
的错误是因为我戴了一个很奇怪的假睫毛，太长是不是？对，就是太浓密，就很像人妖会戴的。可是那后来你睫毛拆掉之后，我们有说你比较像女生吗？卸妆你们说我是男生，所以可见就是哪有我在别的节目我卸妆第一名，我赢潘慧茹哎。性感女神呢？你赢她意思说你卸妆后比她漂亮，是不是？对，所以上了妆才像男人。没有，她今天不是要道歉？对呀、啊，我知道。不是我比较介意伯母受伤的状况，就是她是因为王以璐说她妈妈是开玩笑的那一种，说啊你去当兵我都不知道。我妈是真的很气，而且我妈每次都就是跟着我骂小 S 死小 S， 为什么每次都说你是男的？哎呦，阿姨真的拍死啦！你儿子其实表现得很好。我是不是？我都好喜欢你儿子，真的是很幽默。不然，欧巴桑你来一下，我们比一下你们两个谁比较像女生，好不好？明明就是我是女生。欧巴桑还比你，欧巴桑比较像。我哪有像男生？欧巴桑肤质都还比你嫩呢，而且你喉结几乎比他大。哎、欸，欧巴桑你没有喉结，对他没有喉结，你怎么搞的？我吞了。那我们一起吞口水，吞口水。他的喉结比较大、啊，而且我有三个耶。所以你自己跟你妈好好解释一下。我真的是女生。我们好好跟大家道歉，我们要欢迎来宾进去坐。嗯，今天就系列了，我阿妈婆姐。哈哈哈哈婆姐，还是牵人家去就好。好，欢迎进去。下面这一位呢？我们要郑重。这一位完全是你自己造的孽，你自己好好去跟人家 say sorry。我真的觉得很 sorry， 因为他是偶像。因为那天那一集的内容本来就是云淡风轻的过去，就谁晓得你哪一根筋突然断了。因为这几位他们不是走偶像路线，所以我觉得受到一些调侃比较。我是性感美艳女星。我是偶像哎。你是什么？我的 fans 都是高中生、国中生。有很多旅行团站队去看你的表演啊，小巴掌啊，夜来香啊。最后一起拍照还给人家小费就对了。最受。对，那结果接下来就会是偶像受到那个揭露之后，我觉得真的很难处理。我觉得这一段是完全你自己好好的道歉。真的耶，好，我们欢迎下一位进场。哎呦，道歉！姚明，姚明来了，我要你们道歉。哇，好高！姚明，姚明。哎、欸，怎么下来啊？有本事就坐那个进来、啊。没有，毕竟要面对现实嘛，对不对？下来之后好矮哦。对啊，我没有那么矮，只是我没有那么高而已。我不算是矮子，但是我没那么高。花花过来，花花过来，花花来站在他旁边，站好，站好，站起来啊！哎，一样高，一样高，可以牵住。而且他穿高跟鞋。没有，我们今天没有要攻击你高或矮，而是要攻击你鞋垫的事啊。不是要攻击啊，是要道歉。我的意思是说，本来矮就没关系，是说你自己要用鞋垫，我们才不小心促成这个大错、啊。没有鞋垫，我把它发扬光大之。我觉得是，对啊，多少人在问我啊，而且都是一些偶像级的歌手，也有实力派的歌手哦、喔，也有金曲歌王、喔。比方说谁？谁问你？你要讲就讲明白。我在拍戏的时候，有一些都有问我有没有在哪里买的。哪一个男明星？包括现场的前男友哦、喔，都还有问过我、啊。你的前男友。你说潘玉迪啊？谁啊？好，不是来道歉吗？你在整我的事？你自己浑身破绽，然后你要怪我们？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男生都承认，像我只要是穿靴子，我里面一定有鞋垫，对，三层左右。可是因为我你也是有三层，因为我不是偶像，所以我不会受伤害啊。那他是偶像，他就会受到傷害。你有用鞋垫？有啊，马靴有鞋垫啊，所以你现在也有用鞋垫啊？现在没有，现在就鞋跟鞋子已经够高了，已经没用。所以我跟林志玲一起主持那么多集节目，明眼人都看到我是个矮子、啊。所以你其实是138吗？主持完直接说拜拜，我回家了。乔琪姑娘扛把子再度被羞辱，现场大发飙啦！出道时名字是外号是很酷，叫 Ice Man。Ice Man 好丢脸哦！那你就叫 Ice 乔西啊。因为眼睛割坏之后，谁给你割坏、啊？他一个人给我过来。哪一集有伤到你吗？跳舞。为什么那一集？哎 ，Tax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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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一集？好啦，卖生气了，这边。你滚啊！所以你其实是138吗？主持人直接说拜拜，我回家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几公分。你越伤害我，就越减轻我对这个人的内疚，所以没有关系。真的吗？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让我觉得我活得更坦然、更开心、更自在。而且很多人观众朋友，其实他来跟我们道歉的。没有，观众朋友还蛮喜欢的，因为他们觉得我还蛮有度量。如果换成是他们，他们会在上面大，就是大发雷霆这样。我马上怎么了？忍不住了，您工作不稳。你那么累，回家，好啦。我马上跟客人道歉了，我们要欢迎客人了。太水了，其实你缅甸啊，你看起来就管了。你138，你在这。好了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欢迎郭彦甫，不好意思。接下来就是你闯的祸。接下来就完全是你闯祸，我一点都插不上手。可是你能没有？这是伟忠哥闯的祸。为什么？好，我承认我在节目中有开他玩笑，可是在我开他玩笑之前，伟忠哥就已经先深深的捅了他一刀。说什么？因为那时候就录那集，我羞辱他是乔琪姑娘嘛。在录影之前呢，伟忠哥就先进棚，然后伟忠哥就看到他，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就觉得单眼皮是很丢脸的事，是不是？”然后因为伟忠哥自己是单眼皮。对，然后讲完就说：“我邀你跳支舞吧。”就是把他当成小妞来对待。所以你等一下要怎么办？你要道歉吗？哎，我巴上你怎么去那边坐？啊，难看呀，就难看呀。难看呀。哎，我没有说他丑或什么的，我只是说他很像乔琪姑娘，那也不算是伤人吧。或者我们让来宾评评理，如果大家都觉得他像，你就不用道歉。OK， 好。好，我们欢迎这位。心底真善良。哎，谢谢你，兄弟。哎，你知道他现在在内地。就是大家在讨论节目的时候，都直接说乔琪今天拿了一个什么礼物，就是你知道你已经不叫陈羽凡了。我之前本来出道的时候，名字是外号是很酷，叫 Ice Man。Ice Man 好丢脸哦。为什么？你说你自己取 Ice Man？ 不是我自己取，因为我们那个角色就是打篮球的导演取，所以私下没有叫 Ice Man 吗？可是就是影迷会这样叫，现在都没有，完全搜寻都不到这个。那你就叫 Ice 乔琪啊。冰冻乔琪，所以乔琪现在是已经专属于你的了，对不对？对啊，因为像我妈最近想要开咖啡店，她都有点想说要不要就是开叫乔琪的店。真的，你妈妈比机器妈妈开朗很多哎。你妈就叫乔琪咖啡店，然后招牌上画两个大眼睛，你知道吗？有睫毛那种。不是，因为我们全家人呢都是双眼皮，只有我单。弄完以后。对啊，他就觉得有归属感了。好了，所以其实最伤你的并不是我，是伟忠哥，对不对 ？OK 啦，我觉得其实要谢谢你们啦，因为所以你没有觉得我们需要道歉的意思吗？不用，因为道歉应该会有很糟的事情发生。因为真的有帮助，因为康熙这个节目，变成说很多人找我演一些不同的角色。你说乔演就是演姑娘的角色，你知道草丛然后摘花，跟那个贺军翔谈恋爱。阮经天跟贺军翔争你，你知道吗？然后夹在两个男子中间，好了好了。而且跟燕甫一样，他们说比起来吧，就是好像感觉好像蛮能忍受很多事情。EQ 高了。哎，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是你们在帮我，可能我都上节目都不太讲话。我没有在帮你啊，我纯粹只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说双眼皮怎么那么黑了。哎，郭彦甫，我问你，如果是拥有陈羽凡的身高，然后这个眼睛被调侃，还是现在？我宁愿像我现在这样吧。真的吗？我觉得这样好好的啊，因为眼睛割坏之后，谁给你割坏？他女儿一个过来。不是啦，但老板他最近有好一点点。不是，我跟你讲，他其实我要帮他讲话。上次我们打篮球的时候有提到，他真的有被那个鞋垫伤到。因为我们只在开玩笑，说哎你会不会介意人家叫你乔琪啊？他不会啊，他说我很介意，然后就他说他好像很难过，都有到快要都掉泪这样。真的，我觉得郭彦甫才应该跟他哥道歉呢，因为对他把哥拖下水。因为其实用鞋垫的只有你，可是现在坊间都说你们是鞋垫 twins 吗？谁说只有我？哦，所以你哥也有用哦。对啊，是我介绍他这个有气垫比较好。哦，所以鞋垫 twins 是取的就是很实在吗？就 OK 啊，反正事实不怕人家讲，不要讲一些不是事实。那为什么小钟就不会用鞋垫呢？我176还需要鞋垫吗？所以你的问题只是肉松而已啊。虽然176，但是脸都一直在飘，就也实在也帅不起来。不
是觉得这样的话，因为很多，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弄过，可是就是说这样可以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害怕。其实演艺圈很多人弄，但是最失败就是你。但是陈羽凡，我要提这段的意思。不是要带这个出来、欸？你到底好了没？现在就差不多就这样好了吗？你那什么没礼貌的问题？什么？他又不是感冒，什么叫好？我想要不是因为他自从缝了之后，每次走来撞大略说你到底好了没啊？就可见你的眼睛还是有一种瑕疵感在啊。没有，他们都会先用一些很亲切的感觉，这样就是哎、欸、你那个，然后可能就发现他眼睛没有办法离开你眼睛的视线，然后说哎、欸、再见，就一直看。然后你他永远大概80%都会说啊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看的、啊、真的，然后走离开的时候就会旁边应该会有人嘛啊离开了哈、啊、就我为什么他被你叫乔琪之后他的手势变娘了，对我们讨论过啊，你看他就很多那种好啦，请你麻烦用小跳跃步回座位好吗，我把手来迎接客人你以前不是你是讽刺我们化妆是不是，我哪难道 S 吼你在做效果了，你在做效果，你姐啊，你姐都为你以前不是在酒店工作，为什么现在精神这么差？喝太多酒了。我跟你讲，接下来这位就算没有犯错，也想跟他道歉，好怕。哎，我觉得他应该跟我们道歉吧？什么事？他已经好几次在节目中跟我大骂脏话，哎，我都还没跟他计较，我还跟他道什么歉？你敢跟他凶？我不敢啊就趁他没有出来先买嘛。好，欢迎这位。他看起来好像，我说赵哥啊，干嘛？他有话好说吗？生什么气呀？你到底在打架还是真的？怎么了？我们哪一集得罪你了？你们也不需要说跟我什么道歉，一定要，我还要录下一场。你这集道完歉，你下一场一定弄我弄回来。所以赵哥没关系的，赵哥我们这一集就会弄你。为什么？为什么要等到能弄就弄？为什么要等到下一集呢？对啊，我们完全被羞辱。可是我很好奇，是哪一集有伤到你吗？跳舞那一集。跳舞哦，你跳舞在，哎，你撑住，你撑住，现在各大综艺节目都找我跳舞，你懂吗？你是我孩子，有没有看出来他的舞技？前捡不到那个，好像那个阿兹海默症有点。那明明就是哎，我在训练的。来一段了，不要再一段了，不要。为什么一直在讲？Taxi 啊！重点是司机还开走。对，你会跳吗？问题是你会跳 popping 这个吗？哎呦，哇，好看，好看。哎呦，机械。怎么样 ？Sorry。哎。哎呦，哇！你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跳。喂。哎，你不是姐妹。我们不是姐妹来道歉的吗？你在干什么？他问我会不会跳，小时候就跟他切磋一下。因为他在武林大道跳的时候，就是广泛博得好评，然后老师又给予非常高的赞。其实赵哥平常在我们节目被我们激怒，然后有讲一些比较那个情绪性的话，回去会被他妈妈念，所以也是我们害到他，就是。他明明想要做一个有修养的好人，就我们一直在惹他。其实我是个文人。现在是文人相亲吗？你这样笑，他是什么问？文人相亲，你用的很好，太辛苦了。老板笑那么激动干嘛？我从来没有这么亲过。哎，我们真的有害你回去被妈妈念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那么常讲那些话。对，他说这样不好。事实上是本来就不好。你后来有收敛的，我发现。我也觉得啊，因为我后来好几次激你生气，你都不骂脏话了。你心里面，你有看，你有看到陈羽凡的那个眼皮，你不会骂脏话吗？不会啊。你要称赞他，也不会。所以你会安静的离开他，是不是？
你不会多做评论吗？我后来发现赵哥可能是属于有一种男性，他们是看不出来别人动了什么手脚的。嗯，看不出来。你们看不出来女明星割双眼皮或者隆鼻那些？你们看得出来？隆鼻看得出来。小钟今天有动过手脚，你看得出来吗？吃了很多的胶原蛋白吧，还是什么？差不多，差不多类似。吃很多胶原蛋白。那你看得出来 JJ 是男的吗？这要讲吗？你看得出来对不对？我是女生。她很像泰国人。对，你为什么我像的？是赵哥，我们没有跟赵哥串通，是赵哥自己。有一点像，因为我们看几个那个都蛮。我对，你要不要听他唱《手帕走》？花花真情是爱，竟被赵正平当场嫌弃了。觉得花花气质像不像？花花很可爱，不会啊。他是赵哥的粉丝，我不知道，超级粉丝。那你为什么不交往他？哦，可以吗？可以啊。哎呦，我们告诉赵哥花花的过去，赵哥可能会大吃一惊。哇，你知道吗？糟糕。赵哥现在在内地拥有很强大的粉丝团，然后还接待他到上海去那个跟粉丝会面，然后赵哥就受到巨星级的对待。他当时有说，只要内地的粉丝超过万人以上，他就要去跟他们见面，就马上就暴增为万人了。所以你是一个人前去跟他们会面吗？对对对，一个人。下飞机之后有很多人接机吗？安排在会馆，因为怕造成骚动，所以有派会长的家族他们来接我。所以就是会长跟他的爸妈三个人，是不是？爸妈没有爸妈。接完到那个会场人就很多了。哇，有到千人吗？怎么可能？那场地费还是我出的，这千人的话还得了？付多少钱？大概差不多。说明星自己出场地费。自己要出场地。你就是自己发临时演员来演这出戏？不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官方成立的一个团体，我们是这几个人。所以机票也是你自己出的吗？全部都自己出啊，机票、食宿什么全部都自己啊。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一题的。Sorry。为什么？那听起来好难过。对啊，对啊。不会吧？应该这样讲。自己买机票跟租会场去跟粉丝见面。我们去内地都是坐头等舱啦。然后到那边都是住五星级的饭店，而且是对方付费吧？保镖，对，都有保镖，然后接机的起码一二十个。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不是艺人哈。这些事情当时虽然我有在节目上讲这些事情，说到就做到。哦，对对，那他是履行承诺，然后去跟对方碰面。所以自己租场地大概有邀约到多少人？两三百人？是四五十人吧。我要哭了，不是因为那个好那么远，没办法，五十个人在，不是，不，应该，因为有限制，我没有办法来。太可怜的故事，那到底怎么样会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现场那状况。啊，不，我不会多了。真想一次，不然耐心起来站在那。你滚啊！我跟老啊，我歌名出。欢迎赵哥，不好意思，没听过那么可怜的故事。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因为长辈的情绪比较需要先处理。那Gigi的母亲就是很在意他小孩是被，很担心他儿子表现不好了，在节目上。我不用就是女生。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好像人妖哦。不是，还没有到人妖啦。哪有？没有吗？哪有像人妖？比较像大侠。他们在人家还说我像人妖。这样比刚刚更像人妖。夜来香，人妖。干嘛叫人家人妖一直说我是人妖？你还上不去。观众朋友们，赶快按到36。干嘛这样？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卸妆还是很像人妖吗？我整个要大哭了。一二三，吉吉。有差好多吗？好像男生哦，我小时候超像男生。其实你这张照片有好多个重点，我们想谈的，就是对啊，哎，像男生哎，这是一个男孩啊，真的走错路的耶。你如果是男生的话，是帅的，真的，真的，真的。所以你现在说我是女的很丑？其实今天有点像男的耶，本来不就是男的，又不是男的，你到现在才发现这件事，都不好意思说他了。其实你一去搭讪，他们就理你吗？他们就尖叫啊！看到我很高兴。怎么可能？真的真的真的有。他们尖叫是因为你没化妆吧？你是今天是来参加，是因为你
也做些男人的工作吗？兽医、啊？没有，你说你是订房婆吗？没有，是女的啦。他刚刚是要真男性是不是？没有，是女的，我在要蛮力，现男性。还有那个金币，没想到有搜身吗？比方说每天进出的没有哎，就搜完只会说哎，原来是男的。我真的是女的，扎身体。打那个洞的那一刹那需要很大的力量吗？需要，你要整个人这样压下，一定要当过兵的人才行吗？没有。必须要说大头照那一集啊，隔天我走在路上，路人看到我都在偷笑。哎，大头照那是你自己惹的祸，真的怪不了。那是我自己的错。哎，我后来发现第一个讲他的像人妖的人是你耶。哎，我真的好意外哦。我还以为是我嘞。而且讲我异币的也是汤姆哥。所以因为他说你当兵，我这样接异币啊，这有什么办法？所以其实论伤人度的话，他是略胜我一筹。真的。哎，对不起啊，就是先开始。请问你到别的节目有被继续开这个玩笑吗？有哎。所以。这个对你来讲很不愉快，是不是？其实还好，因为一开始是还好。有我记得，最近我去购物台录一个，就睫毛膏，然后就是要介绍一个日本，就是很有用的睫毛膏，就整个画上去眼睛会炸开。然后我就开始擦擦擦擦擦，然后那个主持人突然讲说，对，就是这个睫毛膏，你擦了之后，小 S 就不会说你是人妖了。结果你今天有擦吗？我看是没有，我有擦。但是后来有一个还蛮不愉快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录一个，就是所有的女艺人都要穿马甲，然后我一到现场，就我连还没穿哦，这个女艺人看到我就说你是男的，你干嘛来？你说私下还是录影的同？就是私底下他就先开始。他跟你很熟吗？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他是很认真的，没有，他是开玩笑的。他开玩笑啦，这种话怎么可能是认真的？没有，我本来以为他是开玩笑，可是一直到录完影，从进去到一整个阶段，他都一直在讲。那他就觉得自己很好玩呐、啊，这一定是开玩笑的。可是我觉得不好玩、啊。他是不是一个小朋友，所以可能不太？不是啊，年纪也不小了。那个艺人看不出来你有生气吗？看不出来。我班上小本子，我有兄弟啊。说话有报仇了。我嘛就想要怎样是多几个人。快一点，真的好小尖跑，小尖跑加快速度。真的好险。不可以吗？所以其实。那个女生是唯一一个让你生气的女艺人，对，那是唯一，因为其实每次来康熙，就是不管你们怎么讲，其实我都没有生气，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笑，然后回去看我都觉得还蛮好玩，因为就走在路上，就你会感到就是其实还蛮温暖，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温暖，他们都会走过来说，其实你不像人妖啊，这个社会并没有排挤你的意思，有没有就觉得哇好棒，有没有很多男生会过来说，哎你是哪一梯的？港铁。都是做宪兵的，闯祸的真的是你，我跟你讲，是你，你每次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调侃他的机会，你一定要讲这种。刚刚女艺人穿马甲我都忍住哎，怎么发？不能发他。哎，可是为什么？即使你可能要跟演艺圈说明一下，说你不能有差别眼光，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开你玩笑，去人家那边人家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讲话的方式跟一个就你自己会觉得他是刻意要攻击你，所以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会讲这个话，多少都是开玩笑成分多一点哎。本来马上马上把本子拿过来，然后他要不然就是他就会说，他就说你跟就比如说因为马甲你整个会缩腰嘛，然后他就会说你是男生啊，你根本本来就没有腰啊，这是开玩笑的啊。他脸上表情。让你觉得不好笑，让我觉得很不舒服。Okay. 所以他表情应该再欢乐一点，对不对？也没有，我觉得他整个讲的方式就让我觉得不开心。这个人会这样子吗？小 S， 我觉得他应该是开玩笑。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不懂，不太会把玩笑表现得像玩笑的样子，所以会让人家误会。因为他长得比较吃亏，他长得是属于那种比较像是尖酸刻薄。不是，他像主播型的那一种长相。你觉得花花气质像不像？花花很可爱，不会啊。Okay. 那如果花花是我粉丝哎，对啊，花花是赵哥的粉丝，我不知道，超级粉丝。那你为什么不交往他呢？哦，可以吗？可以啊，哎呦，对，告白告白现场告白。那时候有潘老师啊，不行啊，那时候他那时候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对，现在没有，还是不要了，等等啊。花花，你刚刚靠在那个赵哥的那个肩膀上那个动作，就透露了你以前的背景。真的假的？哎呀，赵哥的那种。不要这样。所以，好了，为什么？我们告诉赵哥花花的过去，赵哥可能会大吃一惊。什么？就是在旅馆大床上面发生的事情。哎呀，你知不知道他曾跟别的男艺人在床上？五个人。等一下，对，拍照吧，没有怎么样啊？喝醉，喝醉。有发生，等一下不是我发生哎，是别人发生。对他只是躺在旁边陪伴而已。
可是床应该会动。你有怎么样吗？我当然没有怎么样。那就没关系啊，那这样你还能够原谅他的过去吗？对，因为可是这个故事被你妈知道，妈妈可以原谅吗？不会觉得很乱吗？真是糟糕了。这一题花花真的不能怪在我们头上，对不对？因为这事情是真的，是真实的。我觉得人都会有过去啦。那我觉得赵妈妈是一个明理的人。对啊，对。嗯，现在两个人真的是要论及婚嫁吗？太火爆了！扛把子再度与天后西地杠上了。你欣赏赵哥哪一点？所以你都喜欢一些歪七扭八的男生？什么态度啊？什么叫歪七扭八？你长得拐瓜裂枣，我都还讲你。你要漂亮，你还不那么多菜，一肚子拐就是你这种。你现在快秃头，我也死了。我要再开个秃头。眉毛都没有秃头，我拿什么秃头？你毛都快。臭老人，你现在有老人味，我跟你讲。那如果爱当长官的哈巴狗可以吗？这一次不用道歉。你给我滚。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妈妈不再生气？就说我是女生啊，是漂亮的女生。OK， 我可以退，快说，我可以退步说你是女生。OK， 阿姨，我只到这儿。漂亮的话，我再说出来。可是妈妈说我明明就很漂亮啊。妈妈看过你没化妆吗？有，妈妈当然有看过我没化妆。好，小钟，小钟，你可以帮我们跟Gigi的妈妈讲这个话吗？说她是女的，而且是漂亮的。我觉得Gigi哦。跟他妈妈讲说自己是女的哈，你讲，你不要一句话，还要去讲你侦查爱情的结果一样。哎，鸡妈，鸡妈，鸡鸡真的是女孩子，我再这样看，我觉得真的漂亮，真的漂亮。OK， 好，这样有诚恳。好，所以鸡鸡以后会禁止别的节目都在讲这件事吗？你要不要先规范出一个界限，到底开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接受？ Okay， 当过兵、义弼都可以吗？喉结呢？喉结 OK， 因为我本来就有喉结啊。那也我可以讲一件事吗？就是我没有化妆，然后去加油，人家会以为我是水塘的。水小吧？赵哥真的不喜欢人家说谎，水小吧？赵哥真的有。对吧？好了解。所以你去那间加油站，可能以为你是刘德华。我好爱去那边加油。哎，可是路人最常鼓励你的话是什么？就是他们都会跟我说，季，你真的很可爱，你不是男生，你是女生，你要加油。然后你也不像人妖。他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我就会跟他说谢谢。应该告诉观众，就以后碰到季季的时候，就是跟他说他不是男的就好。没有，或者是你想要耍幽默开玩笑的时候，表情要和善一点。OK， 就是不要攻击性的脸。对，好，所以很抱歉啊，鸡鸡给你带来困扰。那以后还愿意来康熙吗？可以吗？不好意思、啊。以男儿身还是女儿身？我被中心吗？接下来我们要看陈羽凡先生受到伤害的片段。哪一位啊？陈羽凡。陈羽凡，陈羽凡，你到底想怎么样？志伟出来，没有你很想要当小甜点还是乔琪姑娘？为什么？你眼睛到底是要多闪烁你才高兴？你要割多厚？我是去缝。你为什么把眼睛弄得怪怪的？没有弄怪怪，是缝了。你现在已经像洋娃娃一样，你知不知道？你要接演什么角色？我请问你，你干嘛不酷一点？大家注意哦，他以前还没割的样子哦。好，准备好了。现在是要做缅怀专辑，是不是？因为他还没有割之前，真的很有个性。各位观众，请跟我们一起怀念陈羽凡的代言。他干嘛故意瞪你？他没有瞪你，没有瞪。他没有瞪，是说他现在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也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现在走出阴影，要靠失败的双眼皮赚一笔钱。双眼皮的刺激就在于你手术后看镜的那一刻。失败啊！陈羽凡，可以坐下啊。请坐。今年几岁？29。上一个工作是？做加油站，有驻过唱，演唱会助理，安心班老师，也有做过演员。我割双眼皮吧。你骄傲。陈羽凡，我自己讲，我因为缝了双眼皮以后我睡不着。看吧，我叫你不要缝，你现在缝那么大，你眼睛根本闭不起来，你知不知道？合不起来。也失眠，想到手术失败，睡。高兴。
你怎么睡？你那眼睛你怎么睡？你闭得起来吗？你看闭不起来吧。现在好像比较不像乔琪了啦。对，不要不要再举，比较像莎拉公主那样。像女人哇，真惨！羽凡兄，那个路人有直接呼唤你乔琪了吗？像直接就是乔琪了。所以你走在路上，大家就会想起那个乔琪姑娘的音乐，是不是？对，而且我去那个 DVD 店，还看到他们开始重新的卖乔琪姑娘跟小甜甜的 DVD。哇，因为你乔琪姑娘重出江湖。对啊，而且我只是拿起来看，我就怕店员看到，我就看一下这样，然后店员就在后面那个柜台那边，可以送你。我说谢谢，不用不用不用。对，你应该本来不知道乔琪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是谁，而且你刚刚说什么那个吓到那一刻，不是什么手术看到镜子，是回家上网，乔琪姑娘按下去照片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想，怎么会是他？我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就是中性一点，然后骑着马有披风，就是出来的是很卷发，然后就，然后我还是在看下一张，就都是他。观众怎么样给你加油，你会比较高兴？就路上碰到的观众，有些的网友们可能会比较激烈一点，比如说他们天生喜欢带，就是很激烈的留一些很夸张的留言，就他们为什么弄你为什么弄把弄怀念你的单眼皮，对不对？对，可是又有另外一票觉得，哎，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和善，而且是变化度比较大。花花你自己说，他以前单眼皮的时候是不是？你没看过他单眼皮的照片吗？我有看过啊，很帅，对不对？蛮帅的，因为我喜欢有杀气的男生。他现在就很柔情似水啊。你现在就很适合穿。我也可以杀气啊，我也可以杀气。你杀他看。哎呦，你杀花花，你杀花花。那就是把双眼皮藏起来。就乔琪姑娘饿了、啊。我的草莓蛋糕呢？草莓蛋糕。你根本没有要跟他道歉啊！对不起，我忘了。可是我妈很多朋友看完，我妈他们说奇怪，为什么每次讲到你的时候，他梗用不完，就是油一直可以开，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我也觉得就一直你知道灵感很多，灵感不断的冒出。你真的有期望过说你有一次来康熙，我们会忘记这件事，对不对？不会，我会期待哪天来你会这样说，哎，现在很好看喽，那就把以前的事情忘掉。OK。那有没有哪一集就是你真的是在聊某个话题，然后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你的眼睛？我每一集都不是来聊双眼皮的话题，我不是来宣传戏，就是来讲什么唱歌，每一集出来都是莫名其妙，就势必会聊到，是不是？可是陈羽凡说，他自从变成乔琪以后，去别的谈话节目，他表现得比较健谈了，因为就是一直被亏，就其实不用健谈，就坐在那边，然后他们就会有不同的那个特效，比如说三条线乌鸦啦，然后被雷打到，然后只要坐在那边做几个表情就。就是好了。所以你是说你以前上节目是有恐惧吗？你觉得自己怕？就不太会，不知道怎么打。所以单眼皮时期的陈羽凡会不太好加入热闹的谈话，是不是？我有去过节目，就是40几分钟都没有讲话。所以乔琪羽凡反而是打出一片天嘛。今天又多了三个外号，到底要冰乔琪、乔琪凡还是？你自己选嘛，你要 Ice 乔琪还是你要莎拉公主？我觉得 Ice 乔琪还不错啊 ，Ice 乔琪 ，Ice 乔琪。所以你现在去别的节目也是跟 Gigi 一样，别人会一直开你双眼皮的玩笑吗？就可能之前大家也不知道从哪一点切入啊，然后就是用这个来就是 break the ice， 那可是会那穿透那个冰会很痛。有没有哪一次让你不开心 ？Break the ice for ice 乔琪，他自己帮自己写的 ，break the ice ice 乔琪。我以前也是像伟忠哥一样的眼睛哎，你也是缝的吗？我不是缝的，我是用贴的，女生我是拿那个透气胶带自己剪，剪很细这样贴，睡觉贴了就没用，早上晚上都贴着，然后上节目的时候拔掉，然后就是双眼皮，我现在都没有弄，就是变双眼皮。我小时候也是单眼皮，我也是用贴的耶，其实对啊，贴的是可以贴得出来的，但是如果像他这样，你是贴，你为什么不用贴的就好了？我讲过啦，就以前郑云昌都会常常帮我贴，因为他会贴啊，可是他贴到后来他就生气啊，因为贴这样，好张开。然后那个一片就这样弹掉，对啊，就眼皮太重了，我没有办法缝，然后就会生气。像看郑元畅帮他贴双眼皮那个画面，他是好心啦，因为他很会弄。弹掉就一种又弹掉了，然后两个人的接吻。元畅对不起，是个淘气的小眼皮。你可以跟很多男偶像搭档演出偶像剧，多了一个多条选择。追逐，然后你把他们抱起来旋转。现场好像觉得不错，因为你看赵哥单眼皮，他都有内双，我觉得没有啊。
我以前的演出是被cut掉一半。赵哥，如果你现在变成这么有名，你会想要去整理哪一个部位吗？不会，无所谓。对。你看到他这样，会不会想要去缝个双眼皮还是什么？他那个拿是什么双眼皮？看起来像啾啾婆哎。虽然我的台语不太好，可是那应该不是一个称赞。猴子、青蛙还是什么那一类的吗？蟾蜍、蟾蜍、蟾蜍皮。叫乔琪就好，乔琪哦。乔琪，乔琪，乔琪，不用道歉，不用道歉。乔琪，乔琪，压力啊！再有梗，因为乔琪一番。史无前例第二次道歉大会，接下来的康熙苦主还会跟主持人擦出什么爆笑的火花呢？